米哈贝的，大家好，我是米哈贝的老师。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开始情景对话。我们对话的主题呢，还是我们一直继续的 anniversaire 生日。那么我们的副标题呢，这回是 dispute et réconciliation， 意思呢是争吵与和解。la dispute 就是争吵 ，la réconciliation 就是和解。好，那么一开始呢，我问大家知不知道一部动画片叫做《疯狂原始人》啊？那这个是一部很有趣的动画片哈，它在法语的名字呢叫做 les coudes 啊，不是裤子啊，衣服裤子。那么 les coudes 呢，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咕噜人。les coudes 呢，咕噜人呢是古代的一种人，就好像说 les chinois、les français 是一样的啊。我们来看它的海报啊，上面很有意思，那它底下呢写了一个 en 3D， 什么意思呢？就是 3D， 是 3D 电影。再然后一行绿色的话，大家来读一下是什么？Ils vont changer d'air, ils vont changer d'air。 嗯，这句话很有趣， changer 就是改变对吧， air 呢是时代，所以连起来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他们要换一个时代。那这个呢是因为动画片里说哈，这些原始人他们生活的时代呢刚好碰到那么地球上的陆地板块移动，所以遇到了很多的危险啊， changer d'air 就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说这句话有趣呢？因为在法语里面啊还有一个 changer d'air， 诶，那个 air 呢是空气的 air。 什么叫 changer d'air？ 那意思呢就是换换环境，透透气啊，比如说你工作很忙，打算出去转一圈玩一玩，这叫 changer d'air， 透透气。所以两个 changer d'air 的发音是一模一样的啊，就说是一个小小的 jeu de mots， 一个文字游戏。那么看这部动画片呢，你说了会得到乐趣，还可以长知识啊。我们知道原来人类的祖先呢是生活在山洞里的，而且还喜欢在墙上画画。哎，同学们，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他们画的画吗？可以的。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这些小伙伴庆祝生日的 Le Périgord 和佩里戈尔。那么实际上呢， Le Périgord 这个地方啊出名的原因其中之一呢，也是因为它的岩洞和岩洞里的壁画。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岩洞这个词啊，叫做 la grotte， la grotte。 那么 la grotte 的意思呢是天然形成的山洞。我们可以看到图案哈，这就是 Le Périgord 当地的岩洞啊，有非常多的钟乳石，是不是看上去有一点涩涩的呢？不过也是很壮观哈。那么从19世纪的中后期开始呢，法国人陆续发现山洞里面有壁画。什么样的壁画呢？就像这样的。那 les coudes 骷髅人，它只是电影里面虚构出来的名字。那么这些法国的壁画到底是谁画的呢？我们听完录音再来讲解。好，那听录音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一幅图。这是什么？这是一张名片。名片用法语怎么说？是 la carte de visite， la carte de visite。大家来读一下名片上写的是什么字哈？ Une expérience exceptionnelle， 好，是什么意思呢？啊，一次与众不同的经历。Experience 是经历， exceptionnelle 与众不同的，精彩绝伦的。好，这显然是一个小广告哈。那之后呢，右边呢像是一个红色的手电筒打出来一束光，那光里面写的是什么呢？ Stéréo Club de La Roque， 好，是 La Roque 这个地方的一个 club 俱乐部。那么他们俱乐部做的是什么呢？ Explorer 和探索 une grotte avec un guide du Stéréo Club。啊，那么就是和这个俱乐部的导游呢一起来探索一个岩洞啊。底下写的是导游的联系方式哈，啊，他叫 Jean-Pierre， 后面的电话号码最后 6 4 1 6 4 3 blah blah blah。 好，那么我们就接着说了哈，我们这些小伙伴呢他们做完了热气球，然后还要接着玩，去干什么呢？他们就去要探索岩洞。那么我们这回的问题呢是问 Pourquoi Anne-Sophie ne voulait pas aller à la grotte？ Pourquoi Anne-Sophie ne voulait pas aller à la grotte？ 是什么？为什么 Anne-Sophie 她不想去岩洞呢？好，我们一起来听录音啊。L'anniversaire. Dispute et réconciliation. Scène 1. Le matin. Et Anne-Sophie? Elle m'a dit qu'elle ne viendrait pas. Mais l'exploration de la grotte, c'est son idée? Je crois qu'elle est toujours fâchée. Et si on allait lui parler? Ce serait une bonne chose. 怎么样，大家找到了吗？不过 Anne Sophie ne voulait pas aller à la grotte。 那么答案呢是 parce qu'elle est toujours fâchée， parce qu'elle est toujours fâchée， 因为她仍然在生气。 fâchée， être fâchée 就是生气啊。我们同学可能已经忘掉上几节课的内容了，她还在生气。那么下几节课讲啊，她为什么生气呢？就是因为大家在一起玩一个游戏，就是 le jeu du portrait， 猜谜游戏的时候，那么 Anne Sophie 呢，她误以为大家说的是她自己在讽刺她，所以她生气了。好，我们现在来看录音中的对话哈，一句一句看。那第一个呢是 Galine 说的， et Anne Sophie， Anne Sophie 呢？Patrick 回答 ，Elle m'a dit qu'elle ne viendrait pas. Elle m'a dit qu'elle ne viendrait pas. 她告诉我说她不来。注意这句话是什么？我们上节课说的间接引语 discours indirect。啊，那去不去是将来的事情，为什么 viendrait 用了过去将来时呢？因为它要主从配合，主语是 elle m'a dit， 复合过去时。那结合我刚才说的内容啊，就是大家都要去探索岩洞 la grotte， 但是 Anne Sophie 她不想去。哦，接着说什么 ？Mais l'exploration de la grotte c'est son idée。啊，但是岩洞探索啊是她出的主意啊。然后 Patrick 说 Je crois qu'elle est toujours fâchée。 那我想他还一直在生气。 Lisa 说什么 Et si on allait lui parler？ 如果我们去找他谈谈呢？啊，是假设哈， si 如果，所以后面的 aller 用的是 imparfait。
Lui parler 就是 parler à Anne-Sophie， 和 Anne-Sophie 说话。Patrick 说 ce serait une bonne chose， 这个可能是个好主意。serait 用的是条件式 le conditionnel。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对话哈，不长，很简单。那么之后呢，我们再接着说哈这个原始人的话题了。刚才我们说到，在法国的 Le Périgord 这个地区呢，有许多的山洞，山洞里有很早以前的人画的画。那么这些人是谁呢？我们把它叫做 l'homme de Cro-Magnon 啊，或者是叫 les Cro-Magnon， 中文呢叫做克罗马农人，是从法语里面翻译过来的。那这个 Cro-Magnon 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看它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是 Cro 呢是在古代一种法语里面，它的意思是山洞。那么 Magnon 呢是从拉丁语来的，意思是大，连在一起呢就是大洞。好，那么克罗马农人呢生活在43000年到12000年之前，那个时候的人呢还没有发明文字，所以我们没有历史记载。对于这种很古老很古老之前的事情呢，我们把它叫做史前史啊，就不是 l'histoire 了，叫什么呢？ la préhistoire 和史前时期。那之后呢，是米哈贝老师在网上找到的一个信息哈。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法国介绍克罗马农人的网站，大家看到有很可爱的画，为什么呢？它是给小朋友们设计的。我们来读一下哈上面的说明文字。那上面写的是 les Cro-Magnons sont les hommes, les femmes et les enfants qui vivaient pendant la préhistoire au paléolithique supérieur. Ce sont nos ancêtres directs et ils sont exactement comme nous, même taille et même intelligence. 那么这段话呢是说克罗马农人是史前时期生活的男人、女人和小孩，这个时期呢叫旧石器晚期。克罗马农人是我们的直系祖先，和我们是完全一样的，同样的体型甚至是智商。我们来看里面的几个关键词哈。第一个就是 la préhistoire， 我们说的是史前时期。那在史前时期这是一个时间段，所以前面的介词用的是 pendant， 在什么时期。之后呢有一个词叫做旧石器晚期，我们先来看啊，旧石器时期叫做 le paléolithique， le paléolithique supérieur 在这个里面呢是晚期。这是 nos ancêtres directs， l'ancêtre 是祖先， direct 是直系的，他们和我们完全一样， ils sont exactement comme nous， exactement 精准的精确的， comme nous 像我们。好，括号里的是 même taille， même 是一样的相同的， la taille 是体型哈，一般呢指的是身高， et même intelligence 哈，同样的智商。然后呢看下一段， ils vivaient en petit groupe dans des campements， ils étaient nomades et se déplaçaient pour suivre les animaux et les chasser， ils ont aussi dessiné dans les grottes。 好，这段话是说哈，克罗马农人呢过着小团体的生活，他们住在自己的营地，他们还是流浪者，随着捕猎的动物而迁徙，他们也在山洞里画画。那么我们从头看法语句子哈， ils vivaient 就是他们生活， en petit groupe 是以什么方式的生活呢？以小团体的方式， groupe 是团体， dans des campements， campements 是营地， ils étaient nomades， nomades 是流浪者或者是游牧民族， et se déplacer， 他用到的是一个带动词结构， se déplacer 就是移动，也就是说他们住的地方会变，怎么变呢？ vous 和 suivre 为了跟随， les animaux qui le chassent， 他们要去打猎的动物， chasser 是打猎啊，也就是说动物呢它迁徙了，那么克罗马农人呢也会跟着一起搬家。Ils ont aussi dessiné dans les grottes， 他们还在山洞里面画画。好，最后看下一段， Leur nom vient de la prairie de Dordogne où ont été trouvés leur premier ossement en 1868。 他们的名字呢取自 Dordogne 的山洞，1868年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克罗马农人的第一批骸骨。 Leur nom 就是他们的名字， vient de 是来自，从哪里来呢？ La prairie de Dordogne， Dordogne 是法国的一个省，就是现在 Le Périgord 所在的地区。那 d'abri 呢就是避难所或者是防空洞的意思。那之后呢， le premier ossement， ossement 是尸骨或者是骸骨，也就是说第一批骸骨是在1868年发现的。好，之后我们来看第二页哈，第二页讲的主题呢是 peinture préhistorique， 是什么呢？就是史前绘画。那么这一页说哈， les Cro-Magnons ont exploré les grottes pour s'éclairer ils utilisaient des torches ou des lampes à huile， 克罗马农人呢探索了山洞，为了照明他们使用火把或者是油灯。 explorer 就是探索，不过 s'éclairer 是照亮，变成带动词 s'éclairer 就是给自己照亮照明。他们使用 des torches， la torche 就是火把，我们奥运会传递的那个火炬也叫 torche。 那然后呢， lampe 是灯， lampe à huile 就是油灯。 ils ont dessiné vin gravé et sculpté sur les parois des grottes， 他们在山洞的岩壁上画图刻和雕， les parois 就是山洞里面的墙壁。这里面呢出现了四个跟画画有关系的词呢，第一个就是 dessiné， 第二个是 peindre。 dessiné 和 peindre 有什么区别啊？一般来说呢用硬的笔画叫 dessiné， 那么你用软的刷子沾上涂料涂，这叫 peindre 涂。然后呢 gravé， gravé 是用刀刻哈。最后一个 sculpté， sculpté 是雕刻，就是不仅刻还刻出一个立体的形状来。 c'est ce qu'on appelle l'art pariétal，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的石洞壁画， l'art pariétal 就是石洞壁画。Ils ont représenté surtout des signes et des animaux, mais aussi quelques humains,
des empreintes de leurs mains et des lignes sans signification. 那克罗马农人呢，经常表现符号和动物，也会画人，印下他们的手印，画一些没有意义的线条。Représenter 就是表现，表现什么呢？ Des signes 就是符号， humain 就是人类， empreinte empreinte 就是印记，那么手印呢就是 empreinte de main。然后呢 ，des lignes 一些线条 ，sans signification signification 是含义，也就是说这些线条就是胡画的，没有含义。L'animal le plus souvent représenté dans les grottes est le cheval。岩洞里最经常表现的动物呢是马 ，le cheval。On trouve aussi beaucoup de bisons, d'ourobes, l'insecte de nos vaches et de mammouths。我们还发现很多野牛、原牛啊，原牛呢是奶牛的祖先和孟马象。野牛呢在法语里面叫做 le bison。那么什么是 l'ourobe 啊 ？l'ourobe 呢叫做原牛，是现在已经绝种了的一种牛，但是它是人类驯养的家牛的祖先，所以原文说它是 l'insecte de nos vaches， 是我们奶牛的祖先。还有呢 ，mammouth 就是孟马象。啊，如果你们看过《冰河世纪》，记不记得里面有一个大毛象哈？啊，那个毛象呢就是孟马。D'autres animaux ont été plus rarement figurés, lions, ours, rennes, oiseaux。那另一些动物呢会偶然画出来，比如说有狮子、有熊、有驯鹿，还有鸟。大家知道什么是驯鹿吗？就是 la reine 啊，就是圣诞老人啊，他不是有拉车吗？给他拉车的那个鹿就是驯鹿。On connaît aujourd'hui plus de 300 grottes ornées préhistoriques, surtout en France et en Espagne. Lascaux, Niou, Chauvet, Carca, Pechmerle。我们今天发现了300多个画有史前图案的岩洞，尤其呢是在法国和西班牙。然后后面例举的是地名，所以对史前文明感兴趣的同学们呢，你们可以登录到这个网站哈，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向法国的小朋友啊用比较简单的法语来介绍这些比较难的知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练习啊也是跟史前文明有关的，是 qui ont fait l'art pariétal dans la grotte du Périgord？ 那么是谁呢，在 Périgord 的山洞里画出了这些壁画呢 ？A. les crocs，B. les Cro-Magnons，C. les mammouths。好，答案是什么呢？相信很容易能猜出，就是 les Cro-Magnons 克罗马农人。你答对了吗？一起做些练习，巩固学到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再见。